小袁，识降点，浇筑特效的配方，这样就能少吃点苦头。雷平，为什么？我们交往了整整两年，我还怀了你的孩子。实话告诉你，我和肖璐啊，早就在一起了。讨厌！至于你肚子里那野种，那压根就不是我的。什么？ 8个月前那晚的男人是把你来的。佩明，我好热，帮帮我！令佩明，我爱我就当他正在分手，为什么要在一个垃圾一样出轨，还设计陷害我？姐姐。 陪明哥哥跟你在一起，不过就是为了特效药的配方嘛。哦，对了，以后啊，肖家就由我继承了。小璐，别忘了是我在医学上取得的研究成果，才能让肖家在帝都占为脚跟。爷爷已经把继承权给我了。小渊，你一个孤儿，肖家供你吃供你喝，你凭什么和我抢继承权？小渊，识相点，老老实实交出配方。 不然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可就不保了！放过我的孩子，我把配方交给你。太好了，佩明哥哥，有了配方就能向林老爷子证明你的能力，今后你就是帝都第一世家的掌权人了。小渊，我还真是谢谢你啊！ 为何绚烂，叫人扑空？为何爱我，这与我牢笼？为何等待，都徒劳无功？为何招人这夜？宝宝，妈咪一定会带着你们活下去，坚持住。林总。 10个月前擅闯你房间的那个女人，我找到了，名字叫做肖渊，如今正在第一医院进行分娩。老孩子给我报了，我林家的子孙绝对不能流落在外。另外，等她出院了，带她来见我。是。那晚若不是中了药，又怎么会发生那种事？肖渊，最好别让我查到是你设的局。 这是肖渊小姐的孩子，把她给我来。你谁呀？怎么了？你是林家大少林子旭身边的周秘书。江院长，这个是林总的孩子。什么？对，所以我今日无论如何都要带走啊。林家是帝都第一世家，势力遍布全球。 要是不把这孩子交出去，只怕他们会找渊渊的麻烦。但这可是渊渊拼死剩下的骨肉。江副院长，难道你想违抗林总的命令吗？你可别忘了，这是林家旗下的医院。给他。渊渊，我尽力了，希望你不要怪我。 渊渊，你好，初次见面，我叫宋渊哥。至于萧渊，早就在5年前那场大火里错付了，浴火重生。 圆圆，恭喜你！现在是医学界排行榜榜首的神医扁竹。听说林家现在在暗网上花重金寻神医扁竹，如果是林培明得了什么绝症，我倒是可以出面给他续上瘾。毕竟作恶多端的恶魔怎么能轻易死掉呢？应该不是林培明吧？前两天我还在热搜上看见他和嫩模厮混的消息呢。果然啊，印证了那句“祸害1000年”啊！哎，对了。
你当年不是生了四胞胎吗？那另外两个宝贝呢？该怎么跟你说呢？他们在国外搞事业。什么？哥，在查什么呀？搞定，小莹，我想知道我们爹爹是谁了，要去看看吗？真的吗？好呀，好呀。楠楠，楠楠小冉，我已经找到我们的爹地了。太好了，等拍完这部戏我立马飞快过去。太好了，这个太阳能实验还需要一点时间，等我回国。不说了，有人来了，再见。哎呀，徐帅，辛苦你了啊。哎呀。弟弟，弟弟，弟弟，哥哥，弟弟死了吗？不，他没死，他只是变成了植物人。老爷，您慢点。有人来了，快躲起来。老爷，您慢点。有人来了，快躲起来。老爷，今天何医生又来了。这少爷的病他还是无计可施啊，他可是现在咱们帝都顶尖的医师了。哎，或许只有神医扁竹才能救我孙子，可是三年了仍旧找不到他的踪迹啊。神医扁竹？熊妈咪。嘘。哎，我好像听见有人说话。有吗？我怎么没听见？哦，也许是我听错了，子虚的病不能再拖下去了，林家不可一日无主啊，传令下去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找到和子虚八字相合的姑娘，嫁过来为我孙子冲喜。是，走吧，安排一下。哎，老爷你慢点。哎，哥，他们要给爹爹找新的妈咪，我们赶紧让妈咪来找爹爹。不急，这个臭爹爹抛弃我们，害得妈咪一个人拉扯我们长大，不能便宜了他，得让他给妈咪负责。哥哥，你是说要让妈咪去当那个通喜新娘吗？没错。妈咪，我们回来了。回来了？去哪玩了？我们去找爹。我们去附近的公园玩了。对了，妈咪，我听说凌家为了继承人在找冲喜新娘，这是凌子虚的资料。凌子虚？天哪，三年前权势滔天，被誉为商界奇才，仅用两年时间就制霸全球商业圈，所有上流圈子梦寐以求的梦中情郎竟然变成了植物人。我怎么听你形容不像是个人呢？林子旭是林培明的小叔。我听说林培明就是个林家不受宠的螃蟹，你说他小叔现在变成了植物人，他会不会趁机？还真是有趣。妈咪，你的八字正好合适哦。这林少固然优秀，但是他现在已经是个植物人了，搞不好过两天就嗝屁了，让你们妈咪嫁过去不太好吧？我嫁。月月，你说什么？我当年承受的痛，林培明和萧璐没有一个是无辜的，他不是想当林家的掌权人吗？现在林家的掌权人还是林子旭，我要是嫁给了林子旭，我这个前男友还得叫我一声婶婶呢，不觉得很有趣吗？这前男友婶婶吗？听起来确实挺刺激啊。喂，明月。好，我过去。明月，好久不见。圆圆，你终于回来了，看到你开启了新的生活，真替你感到高兴。当初要不是你鼓励我，我也不可能有今天。跟我还客气什么？对了，我马上就要出国进行学术交流了，我去拿个资料，晚上咱们聚一聚。对了，我听说林家大少也在医院，他在哪个房间？我去看看他。林大少爷，
你找他干什么？当然是提前来见见我这个未来老公呢。未来老公？当年的事你不知道？江副院长，七楼那个病人又病发了。你还有急事，先去忙吧。你好，请问林子旭的病房在哪一间？在那边。好，谢谢。你就是我的未来老公林子旭啊，没想到本人比照片长得还帅，只不过可惜了，是个植物人。老公，其实我觉得吧，当个植物人也挺好的，你就一直躺着吧，林家的事业就交给我吧。你是谁？这丫头怎么和浩浩长得这么像？你是谁？说话。你是林子旭什么人？他是我爹爹，你说我是什么人？孩子，你的手受伤了，我来吧。不用，爹爹是为了保护我才会变成植物人，我要好好帮帮爹爹。别哭了。不用。你的手都起水泡了，爹爹知道了一定会心疼的。爹爹变成植物人了，林平明说他一辈子都不会醒了，这个大坏蛋。那就变得比坏人更加强大，这样才能保护你爹爹，也能保护你自己。我的两个儿子是亲兄弟都长得没这么强，世界之大还真是无奇不有。你告诉阿姨，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周周。阿姨，我允许你当我妈咪了。这卡里是我全部的钱了，以后每个月给你发工资，你要好好照顾我爹爹。钱就不用啦，不过这个妈咪嘛，阿姨倒是可以考虑一下。阿姨还有事儿，先走啦。再见。再见。老爷，你慢点。好，你慢点。好。哎，周周，你怎么又来医院了？老爷，嗯，您看啊，这几个姑娘的八字都和少爷合适，就是不知道这哪个姑娘嫁给少爷冲喜呀、啊。太爷爷、我想让这个阿姨当我的妈咪。我的天哪，自从少爷出了车祸以后，这小少爷就患上了严重的自闭症，今天竟然开口说话了。宋元哥，好。就这姑娘了。是老爷。老爷子真是疯了，找什么冲喜新娘？那林子旭死了之后，继承人的位置不是前几女人了？怕什么，一个女流之辈而已，这继承人的位置早晚是我的。哥哥，妈咪今天结婚，他不让我们来酒店呢。不用担心，不让妈咪发现就好了。我们要给林培明这个坏蛋一点颜色看看，帮妈咪出口恶气。你们是谁？你们在做什么？哥哥，你们长得好像啊。确实很像。难道臭爹地和别的阿姨也生了孩子？可是资料上并没有显示臭爹地结婚呀。哼，早知道不让妈咪嫁过来了，竟然还要做后妈。你们在我堂哥的酒里放了什么？难道在投毒吗？一点点，这么而已。他欺负我们妈咪，我只想教训一下他。你们妈咪是谁？你是谁？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但我们不是敌人，因为我也讨厌林培明，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哥哥，他看起来不像太笨耶。有人来了，孙空，是林培明，你们快躲起来。堂哥，你坐。哎呦。这什么东西啊，这！哎，
是不是你们两个小鬼？快站住！哎呦，慢点，慢点。对不起，周周，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老爷爷，我不是周周。啊？快跑！这两个小崽子，别让我逮着你们！尊敬的各位来宾，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美丽的新娘入场。小渊，裴明哥哥，你干嘛一直盯着人家新娘子看啊？露露，你有没有觉得她长得像小渊？小渊是有些像，不过我可以确定小渊不长这样。而且，裴明哥哥，萧渊早就葬身在五年前的冰天雪地里了，我们后来还放了把大火，他早就尸骨无存，挫骨扬灰了。好啦，林培明，好久不见啊，希望你做好准备，因为你不择手段得到的一切，在接下去的每一天会被我慢慢摧毁。有请新娘戴上戒指。我看林老爷子是老糊涂了，怎么找了个冲喜新娘？哎，听说林少可是躺了三年，最顶尖的医师都束手无策呀。你还别说，林少是继承人这事儿大家都心照不宣，他一死那财产还不都是这新娘的了。现在这年头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林少爷，你就安安静静的躺着吧，以后呢我就是你的新娘子，你只需要扮演好我名义上丈夫，林家的一切你就交给我吧。你问我到底为什么爱你。我去，这植物人不会被我压坏了吧？我是巴不得你一辈子不行，但是没想新婚第一天就守寡呀。好像没压坏。嗯，奇怪，这脉象很正常呀，竟然还有点快，这是躺了三年的植物人的脉象吗？我亲爱的老公，你说我是救你呢，还是放任你自生自灭呢？好像一辈子当我的傀儡老公也挺好的。听说你这个人之前心狠手辣的，万一醒过来不好掌控怎么办？哥哥，你会救弟弟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不过嘛，你还是好好的做我的傀儡老公吧，一辈子躺着多好呀。你放心，我会好好的照顾你和你的儿子，包括顺便继承你的家产。想不到这个植物人身材还挺好，他还有腹肌。谁？你们两个怎么在这儿？对不住呀，妈咪，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打扰你和爹爹了。小银浩浩，你们两个调皮鬼，还是赶快回去吧，这林家到处都是摄像头，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妈咪放心，我已经把监控弄黑了。乖，先带妹妹回去啊。不嘛，妈咪，我想和植物人弟弟去睡觉。妹妹走吧，不要打扰妈咪和爹地睡觉了。你们怎么会从我爹地的卧室出来？
林培明到处找我们，我们只好在屋里躲了会儿。这里戒备森严，我可以带你们出去。不过，为什么你会和我长得这么像？难道是亲兄弟？我可以要一根你的头发吗？我叫浩浩， DNA 鉴定结果出来后记得联系我。好。奇怪，怎么感觉洗了个澡身上还是这么热？你怎么在这儿？那这不是我的大侄子吗？怎么有事儿？小婶儿，你看，小叔现在是植物人，一个半死不活的废物，能不能满足你？你说是不是？你喝醉了，我可是你小婶，你别乱来。我在你的酒里加了点特制的药，你现在应该浑身燥热吧？啊？怪不得这么热，这混蛋肯定趁婚礼上人多时候才给我下了药。来，别介你的呗。我小叔不能帮你，我可以啊。来人，来人！别叫，我那废物小叔就在你旁边躺着呢，你喊破天你也抬洗不过来。现在只有我能帮你。你。好热，奇怪，怎么植物人还能降温？好舒服，好热。我说这都是啊！哎，你二嫂怎么？你这个不检点的女人，竟然和我儿子！你们谁来坦白？太爷，是小婶先勾引我的。他晚上把我喊过去，我哪成想他竟然没穿衣服的。你说说，林佩佩，你胡说八道什么？明明是你先对我图谋不轨的，跟我用花瓶把你打晕了。你还敢狡辩？早晨衣衫不整的样子不像是没干什么，那屋里除了裴明就只有一个不能动的植物人。难道药效发作，我真的和林裴明？天哪，没话说了吧。新婚之夜勾引侄子，像你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早该逐出林家。老爷子您赶快发话，这种不干不净的女人万万不可要啊。元哥，你，哎，爷爷，昨晚我确定我把林培明打晕了，我和他是清白的，而且一切都是林培明的圈套，他给我下的药。你这个小贱人，你还敢污蔑我？好啊，那就算是我给你下的药，那你怎么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药效发作，又是谁救你的？我小叔现在就是个植物人。就是，说句难听的话啊，子旭躺在床上几年了，半死不活，能醒的几率只有1%的可能性。所以昨晚就是你这个女人自导自演勾引我儿子。就是啊，爷爷。元哥，我原以为你是个好孩子，没想到你，哎，老爷子，我看还得家法伺候一顿，省得日后丢人现眼。来人，家法伺候，废了这贱人双脚，我看谁敢。我看谁敢。子月，我的宗儿，你真的醒了。爷爷，哎，是我，这三年让你担心了。好孩子，
醒了就好，醒了就好啊！您别太激动啊，多注意身体。来，您坐，坐在这儿。慢点啊。子旭啊，昨天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和元哥的大喜日子，裴明怎么和元哥在你的房间啊？林培明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婚房？这件事，我的大侄子，你难道不需要好好解释解释吗？哎呀，小叔啊，是这个宋渊哥他勾引我的，我真不是故意的。子旭啊，裴明是我儿子，他的品性我最了解不过了，他怎么会跑到你婚房乱来呢？一定是这个宋渊哥勾引他的。我是植物人，不是死了。小叔啊，你这什么意思啊？昨天晚上到底是谁给我夫人下的药？又是谁擅闯我的婚房？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哎呦妈，你快帮我说句话呀妈！爷爷，够了！裴明，把你现在管理的几家公司全部交给你婶儿，就当是赔罪。不是太爷，这滚！滚滚滚滚！是。气死了，气死了！哎呦，老爷，哎，哎呦，你息怒，你息怒啊！远哥，来，远哥，爷爷错怪你了，让你受委屈了。我不委屈，您不是刚刚把裴明侄子管理的企业转交给我吗？我怎么会委屈呢？好，好，仔细呀、啊。你一会儿来一下书房。好，那个林先生，恭喜恭喜，大病初愈啊。只不过你昨晚是什么时候醒过来的呀？我醒了，我的太太好像不太高兴。我，你确实不应该高兴，毕竟我醒了以后恐怕不能再做你的傀儡丈夫了。喝水。对不起，对不起，林先生，我不是故意的，我给你擦擦。我说的对吗，林太太？所以，你植物人是装的，你根本没病。装？三年前那场车祸，我差点车毁人了。你觉得这一切都是我精心设计安排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昨晚那个男人真的是你啊？难道你还希望是别人吗？那看起来出血挺有效果的呀，立竿见影。才结婚第一天你就醒了。过来。怎么了？问什么答什么，我没什么耐心。为什么嫁给一个植物人？不管你是不是植物人，试问整个帝都，这林少奶的位置谁不想坐呀？你倒是挺诚实，不过你觉得就凭你也配坐上林少奶奶的位置吗？听你这话的意思，你是想跟我离婚了？这刚结婚就离婚，恐怕你爷爷不会同意吧。我和你八字相投，你是因为我跟你冲喜才醒过来的。你说这万一和我离了婚，你再遭遇不测怎么办？宋元哥，你这是在威胁我吗？林总。张秘书，五年前闯进我房间的女人找到了吗？还没有，但是我有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向你禀报。当年那个女人生的是双胞胎，这是两兄弟的 DNA 接地鼠。带上来。是。爹爹，你真的醒了，初初好想你啊。你告诉爹爹，这个鉴定证书是真的吗？估计是小孩子之间的玩闹，随便编的吧。林先生，我看你孩子也就幼儿园大小，恐怕连鉴定书是什么都不知道吧。我的智商测试水平达到180哦。什么 ?180? 还是比我差了点，我都有200。林先生，孩子毕竟是孩子嘛，正常人的水平也就120左右，怎么可能到那么高啊？所以依我看，这个鉴定书一定是假的。我的孩子被专家鉴定为天才儿童，
智商肯定在你之上，所以你在紧张什么？我看见小少爷拿着鉴定书偷偷溜出去，跟这个男孩见面。鉴定书我确认过了，是真的。小少爷和这个男孩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什么？五年前酒店那晚的男人竟然是林子旭？也就是说，周周是我的孩子，我当年怀的是五胞胎。你在哪里找到的弟弟？为什么要隐瞒？这是我和浩浩弟弟的秘密，谁都不能告诉哦。你过来。你还不配当我爹爹，因为你都丢了我的妈咪，我绝对不会是一个没有责任心的男人当爹地。所以你妈咪呢？我的妈咪呀、啊、浩浩，不要告诉他，不要说。妈咪不见了，妈咪说不要找爹地。不见了？不错，妈咪嫁人了。叮叮叮，好，很好，我已经允许偷走我的 DNA， 让我林家子嗣流落在外，如今更是抛下孩子跑去结婚。小月，好样的。林总，都怪我当年办事不力，才让浩小少爷在外流落多年。据你所说，当年的副院长江明月骗了你，说小月只生下了一个孩子。是的，但是经过调查，不久前江明月出国深造了。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都要把他带回来，撬开他的嘴，他一定知道萧院的下落。另外，你去查三年前那场车祸，刹车突然失灵，这绝对不是意外。是明月当年一定是忌惮林家的权势，害怕我失去孩子才会出如此下策的，告诉林子旭我生下的是一胞胎。林子旭，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和你无怨无仇。恭喜你林太太，才嫁过来一天就喜提两个孩子，这后妈你可要好好的。连生孩子的流程都省了，老公你还真替我考虑周到呢。你就是爹地的新娘吗？以后我可以叫你妈咪吗？既然你已经嫁给我了，虽然孩子不是你亲生的，但是照顾孩子就是你的义务。如果你连照顾孩子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那我有权随时离婚。谁说我做不到了？我最喜欢小孩了。周周，来妈妈这儿。从今以后，妈咪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妈咪。林总，自从你三年前出了车祸之后，周周少已经患了严重的心理障碍，别说跟人亲近，就连说话都做不到。这跟太太说上话了。老公，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职责的。你最好说到做到。这一家子好热闹呀。不要脸，抢别人男朋友的人恐怕没资格说这三个字。你胡说什么呢？明明他说我不要脸。没事没事啊。喂，你怎么知道露露抢了别人的男朋友？我听佣人说的咯。我这个人呀最喜欢八卦了。哦对了，爷爷送给我的公司我很满意，谢谢大侄子送来的新婚礼物，我先告辞了，拜拜。林子旭一醒，继承人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怎么办啊？慌什么？林子旭现在顶多就是个废人，怎么能掌管林家？林氏集团股东那边都已经打好招呼了，一个残废绝不可能管理资产万亿的财团。等到家族大会那一天，就是他林子旭上位之时。可是那个宋渊哥看起来就不是个省油的灯。一个女人而言，能为我所用最好不过，胆敢与我作对。黑龙，你的数据对不上了。老大，我刚黑了林培明的电脑系统，盗取了最新的数据，等我两分钟啊。尽快。浩哥，咱们什么时候线下网友见个面呀？认识这么久，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女朋友呀？你正经点。去，老大一听声音就知道肯定不缺女人，资料给你传过去了。嗯。浩浩，你在干嘛呢？我在查看林培明管理公司的账单呀。你连这个都会？
当然，我可是位居黑客榜前五的高手，这点小事不在话下。夫人，这边请。妈妈去取就回。嗯。周秘书，有什么事吗？哦，那夫人，事情是这样的，总裁他说了，这冲喜啊，不过是一场笑话啊。这张支票数字上你随便填，就当是给你的补偿了。哎，就是看你在这个离婚协议书上签个字。你们总裁是在外面有女人了吗？不是不是，当然没有。夫人啊，您看您配合一下我的工作啊，这支票上的数字你随便写。而且啊，总裁还给你准备了市中心别墅和海景房各一套啊，当然你有需要的话，那个总裁的车库内所有的车你随便挑。那要是我不同意呢？宋小姐，这些条件呢是总裁最大的让步了，没有人可以威胁到总裁，我也希望一直可耻。好啊，既然你都这么说了，爷爷允诺过我，只要林少一醒过来，我就是一辈子的林少奶奶。他如果执意要离婚，也请他像一个男人一样堂堂正正的当面跟我谈，我们走流程，顺便再谈一下分家产的问题。哥哥怎么了？我听到爹地又和妈咪离婚。哼，这个臭爹地。妈咪，你真的要和爹地离婚吗？周周，我在还没有处置林培明之前，妈咪是不会离婚的。不过你们早晚要离婚，为什么？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完整的家，你们还离婚？哼！哥哥，你等等我，妈咪也有苦衷的。分家产，他真这么说？是的，这个女人果然是为了财产，这么处心积虑，不惜搭上自己的婚姻，真是一个心思歹毒的女人。这种女人不配做浩浩跟周周的母亲。但是两位少爷看起来跟少夫人相处的还挺融洽的。孩子还小，心思单纯，长期缺乏母爱，难免被心思歹毒之人利用。浩浩跟周周的母亲可以是任何人，但绝对不可能是她。联系上官律师，我要离婚，我要让宋元哥净身出户。上官家被称为红圈锁，上官律师更是当时无愧的法律巨匠。林总，您这是要断了宋小姐的前程啊。他自找的。进。有事？林少，我们做笔交易如何？你有筹码拿什么跟我交易？就凭我能让神医扁竹治好你的腿。条件？一年之内不能跟我离婚。你就这么想当这个少夫人吗？是啊，说不定还能让大名鼎鼎的林少在一年之内喜欢上我。毕竟林少长得这么帅，很难让人不动心啊。三天之内我要见到谁，如果办不到，把离婚协议签了。一言为定。林总，老爷子找了三年都没有找到的秉烛神医，你真信这一个毫无背景的人能找到？我倒是要看看他想耍什么花招。宋云哥，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又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少爷，神医到。秉烛神医吗？让他进来。好。神医，请。是妈咪，原来妈咪真的是神医。那当然了，妈咪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最聪明的女人，只有这个笨蛋爹爹不知道。林某不便起身，还望神医海涵。无妨。少爷，老爷子一大早去老友家了，得知你请到了扁竹神医，很是高兴，让我务必招待好神医，免得这群背山。快去吧。哎呀，这工人咋干活了吗？这是啊，干个活嘛，马马虎虎的。这没知道少爷的腿脚不好，还把这箱子堵在路上。咦，这弄啥呢？
没想到名震国内外的神医扁竹竟会光临寒舍为在下施诊。林先生是对寒舍有什么误解吗？堂堂帝都首富，家里不能说是金山银山，起码也担得起寸土寸金。林先生说话可真幽默。奇怪，这人给我的感觉似曾相识。这里有知觉吗？没有。那这里呢？也没有。不要再按了，都没有知觉。我了解了，接下来我会给你施针。医学榜榜首第一人，被誉为千年来难得一遇的医学天才。林家找了你这么久，你不肯露面。宋元哥一找你就来了，你和他是什么关系？他是我朋友，元哥嫁入了林家，成为了林夫人，还希望林少能够好好照顾他。那是自然。这里面的药每日吃一颗，每隔三天我会来给你施针一次，不出一个月你的腿就能活动。多谢。站住！站住！哎呀，怎么了？弟弟，积木倒了。哥哥，积木倒了没事，我们可以重来，哥哥我帮你。好险，差点就被发现了，还好两个宝贝机灵。林少，我先告辞了。扁竹神医为何带着面纱施诊？这个林子旭还真是喜欢疑神疑鬼啊。这是我师父定下的规矩，告辞。同呀，这是你是谁呀、啊、你？你看见我妈咪了吗？你妈咪？妈咪谁？你谁了吗？你呀呀！哎，给我站住！别跑！发生什么事了？哎呦，少爷！哎，少爷，刚才一个小女孩啊，躲在那个纸箱子里头，还猛的一下窜出来，还问我找她妈妈。我话没问完了，这跑都不见了，这是。林家守卫森严，谁能混得进？我们也帮你找找，注意安全。那我便先告辞了，不必相送。哎，请慢请慢，我已经吩咐后厨啊为您设宴了。那个我有急事儿，先走了。不，神医慢走啊。小英，你怎么来了？你悄悄跟着妈咪来的。姑姑，我好久没看见你和妈咪了，而且你说找到了我们的大哥，我也想来看看嘛。妹妹，他就是我们的大哥，当年被坏蛋爹地强行带走。三妹，原来是你呀，怪不得你和浩浩哥哥长得这么像，太好了，原来我们还有大哥。等四季和五妹回国，我带他们来看你。妈咪当年真的生了五胞胎，我还有其他弟弟妹妹呢。对呀，我和二哥这次回来就是要找爹爹，爹爹实在太可恶了，当年竟然狠心抛弃妈咪。小英，爹爹的事我会处理，你千万不要暴露身份。小英怎么样了？放心吧，小英已经安全回去了。这小丫头胆子也真是大，都怪我没办法让你们五个团聚。妈咪，不是你的错。豪门是非多，等报完仇，我一定要想办法拿到抚养权，带着宝贝们离开。对了，浩浩，妈咪上次拜托你调查的事情怎么样了？放心吧，林培明私吞公司钱款的证据都已经匿名发送到爹地邮箱了。很好。林培明，多行不义必自毙。好好享受我送你的开胃菜。刘静，林培明的仇家有点意思，还送了份大礼。小虫，林总有什么吩咐？查出这封邮件的发件人。林总，这封邮件被加密了，恐怕得你亲自出手。难得遇见加密程度这么深的邮件。林总，您都是黑客榜前十的高手，您说这位神秘高手的水平有多高啊？是个天才。宋云科啊，少夫人，那我请他过来。等等，或许有人帮他。
但他肯定也想对付林妹妹。先不急，我倒是要看看他想干什么。可是林总，距离家族大会只剩一个月了，林培明更是加剧拉拢那些股东，我怕神医到时候治不好你的双腿。用人不疑，我相信神医的能力，就算是治不好，别说一个林培明，就是十个林培明，我也不放在眼里。今天是我们林家一年一度的家庭大会，诸位都是跟我们林家感情深厚之人啊。哎，林少呢？这么重要的家族大会，他总不能不来吧？是啊，我看呀，小叔是知道今天地位不保，不想坐个轮椅来丢人现眼吧。少爷，元哥自训呢，他从来不会迟到。太爷爷，小叔啊，他比你看得清，知道今天事关重大，不急着丢人。放心吧，他肯定不会过来。是，林老爷子，这是要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呀？今天怎么说也是家族奉劝大会，这么多股东长辈都等着呢。林家大少就是再权势滔天，也不能这么目中无人吧？对，是啊，是啊。林总，家族大会开始。走，去给他们一个惊喜。太爷爷，都是自家人，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林家直系亲属里，不是瘸子就是小孩，只有我是一个健全的成年人。胡闹，简直是胡闹！我说过多少遍了，子旭是林家唯一的继承人。爷爷，我知道您偏心子旭这继承人的位置呀，我们也不要，但是这林氏集团的总裁总不能是个残疾人吧？而且小叔身体抱恙，想来对公司也是力不从心，但是我可以替他呀。林老爷子，我们这帮股东啊也是要吃饭的，不能指望一个瘸子吧。你说这林总瘫痪三年，腿还落了级，这保不齐脑子也会受影响，是吧？是。林氏集团的继承人不能掌握林氏集团，大侄子，你还真的是布了一手好棋呀、啊！想要架空我的老公，怎么不得问问我这个林氏少奶奶的意见？怎么说，我也有林家一半的继承权吧？宋渊哥，你一个冲喜新娘摆什么少夫人的架子？林家可是顶级的豪门世家，免不了要掌权人出席高端宴会。一个残废，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平民，代表林家，不觉得丢人吗？是啊，这掌权人就是林氏集团的门面啊。您要选谁做继承人，我没意见。但是，我儿子必须是林氏集团的总裁。一个废物也想独揽大权，林老爷子，您可不能糊涂啊！废物是成不了大事的。你敢打我？打的就是你！嘴巴给我放干净！我老公只是在坐轮椅，并不带残废。裴明他打我。宋元哥，你别太过分了。这就过分了。真正的废物到底是谁？你们心里比谁都清楚吧？你们一口一个残废，一个废物的，就不过分吗？还有你们，动动你们的脑子，子旭才醒过来多久，就把集团前三年跌回的股票涨回了大半，而他不过是一个毫无能力、惯会投机取巧、趁人之危的小人。真要把林氏集团交给他，恐怕不出一个月就得倒闭了。你个贱人，你说谁废物呢你？宋渊哥，攀上林家，你不会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了吧？我调查过你，你不过就是一个无权无势的普通人罢了，土鸡也想变凤凰，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我奉劝你们呀，收敛一点，小心一会儿子旭回来收拾。一个坐轮椅的残废还想收拾我？太爷爷，小婶儿，别逼我动粗。林佩斌，你敢？林佩斌，你敢？林总的腿好吗？医生不是说治不好吗？一个月之前
我还是你们口中的植物人。我能创造一次奇迹，就能创造第二次、第三次、第无数次。怎么会？爷啊，孙儿来晚了。我的好孙儿啊，不愧是林家的后代。明明腿早就好了，还故意摆谱，还这么。要不是元哥拦着，就让他们得逞了。看来我的夫人还是有点作用。那你好好想想，回头怎么感谢我吧。来来来，你们俩都是夫妻了，还这么客气。他有没有受伤？你回去看一看不就好了吗？爷爷，儿子，这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哎，我们还有那几个股东可以做筹码。事已如此，就算是抢去，我要拿下总裁的位置。你说你当了三年的植物人，如今都和商界形势断层了，还是早点退位让贤吧。退位让贤，让给你啊，裴明啊，不是小叔看不起你，一个草包也想做林氏集团的总裁，你配吗？你，我告诉你，这是众星所向。包总、郭总，你们说是不是？你们说是不是？是吗？啊，不是不是不是，林总，您在我们心中那是商业第一人，我们为您马首是瞻，马首是瞻。我们绝对没有帮着林佩民，绝对没有。这两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还我！你放屁！就你那点能耐，还想跟林总比？我们对林总那是忠心耿耿，忠心耿耿。是吗？怎么我刚刚听到的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呀？少夫人，您一定是听错了，听错了。一次不忠，百次不用。我们林家的集团不需要谄媚的墙头草。这，林总，我们是被林平民花言巧语给坑了呀！对，滚，滚！黑明啊，男人有野心是好事，可是你能力跟不上。再说，你针对的是你小叔，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家族内斗。太爷爷，您凭什么不信我？我特效药卖得那么好，我还有萧家这么好的合作伙伴，你凭什么呀？哼！大侄子，先不说你那特效药的配方是哪里来的，光是在医药界做了点小生意就沾沾自喜了？林氏的生意横跨全领域，可不是你能管理的。贱人，有你个女人什么事儿啊？我的人你也敢动？松开，够了。黑明，你在家族大会上闹这么大一出，还嫌不够吗？李梅，把你孩子带回去好好管教。是啊，爷爷。太爷爷，我等等，还有一笔账没算。什么账？林天明，这里面记录着你所有私吞公司钱款的证据。私吞全款？我没有。太爷爷，这是您亲手交给我的分公司，这我哪敢呀？都是小叔污蔑我。没有，这几家企业现在就在我手下管理，用不用我把账目拿给爷爷看看？看什么账目？一定是你这个臭丫头联合林子旭一起来坑害裴明的。你这个歹毒的女人。对，一定是这样。你们给人扣黑锅的速度可真快啊。子旭和元哥都是好孩子，不可能做出诬陷他人的事。账目和证据我都会仔细查看。太爷爷，您为什么就不信我呢？裴明啊，你太让我失望了。我不求你像子旭一样天才，但求你能好好管理好几家分公司。可你，哎，林氏集团的几家分公司就悉数交给你小婶管理吧。什么？太爷爷，我不同意。她一个爱慕虚荣的冲喜新娘，拿走我管理公司还不够，还要拿走我林氏的股份。他何德何能？给我！林佩明啊，看看你干的好事，证据确凿，
你还死鸭子嘴硬？那都是假的，是他们夫妻二人处心积虑，他们先自导自演，污蔑裴明对小沈不轨，就是为了拿到分公司，然后再伪造证据和账目，泼脏水。闭嘴！我还没到老眼昏花的地步，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我都能分辨。林培明，除了将你的股份交给你小婶，你和李梅都要关一周禁闭。太爷爷，您真的要给我们关禁闭啊？爷爷，是我教子无方，您就惩罚我一个人吧。回去禁闭。三月哥，都是你，都是你害我失去这一切。这个心机女，贱人！这伤疤是小远。你在说谁？宋元哥，你是萧远，那伤疤是你什么？是你亲自用鞭子打出来的，你敢说吗？总之，你是萧远，你没有死。我根本不认识你们所说的萧远，我也不认识他。我叫宋渊哥。你就是他，你改名换姓混进林家，你想做什么呀你？萧渊，你处心积虑做的这一切为的就是报复我们。首先，我真的不是你们口中所说的萧渊，也没有伪造证据。其次，你们对他做了什么呀才导致他要报复我们。萧洛，萧渊是你们萧家的养女，你们声称五年前萧渊离奇失踪，难道还有别的隐情？没有隐情，也没有什么报复，就是一点很小的误会。这样啊，佩明，你三番两次闹事，又接二连三针对你小婶，我真的没想到你会变成这样的人。你爷爷，爷爷，爷爷，救护车，快传救护车！如果老爷子死了，林子旭还能这么猖狂吗？喂，幺二零吗？这里是林家。宋月哥，我要确保爷爷没事，在救护车来之前，你先去把神医喊来。好。宋渊哥，萧渊，变柱。你们会是一个人吗？爷爷，您跳没事儿。林老爷呀，这是急火攻心，幸好你们给他服用了护心丸，才没有性命之忧。以后呀，要多注意静养。多谢何医师，多谢神医相救。救死扶伤，乃分内之事吧？是吗？那我的夫人现在在哪儿？是吗？那我的夫人现在在哪儿？她有点低血糖，来找我时由于过于疲惫晕倒了，正在我家休息。那我待会儿去接她回家。不必了，那个渊哥说了，他醒来自会回去，你们不必担心。好，那既然老爷子无碍，我便先告辞了。神医慢走。张崇，去查宋渊哥、萧渊以及神医贬出的关系。您怀疑萧渊跟少夫人的关系，我是能理解。难道他们跟神医之间也有关系？以前是怀疑，现在几乎可以确定。我的夫人从未和神医一起出行。你还记得神医刚才说的话吗？啊，渊哥说，我醒了自然会回去。我的夫人真厉害，晕倒之前还不留言。哦。还是林总观察仔细啊，这个女人连撒谎都不会。佩明，你这是干什么呢？不行吧，我还是觉得宋元哥就是小元，这哪有这么巧的伤疤呀？不行，我还得再确认一次。萧元不是怕玫瑰过敏吗？我们现在被关禁闭，让萧露试探一下。好主意。哎，露露，少夫人，萧露小姐求见。她来干什么？让她进来。是。他们既已怀疑我是萧渊，这会子
怕是来试探我。除了伤疤，萧渊最大的弱点是对一切玫瑰花物品过敏。少夫人，少夫人，那天家族大会上的事情是个误会，我今天啊特地来赔礼道歉的。哦，这是上好的龙井，上万一两的。还望少夫人能多跟林老爷子美言几句，早日解了裴明的禁足。好说。奇怪，怎么没反应？茶叶里明明加了玫瑰花瓣，难道他真的不是小渊？可那道伤疤……萧小姐，这是怎么了？有什么心事吗？你肩膀上的伤疤怎么来的？你肩膀上的伤疤怎么来的？这是我的隐私。不过我今天心情好，也可以告诉你，省得你们老把我认成别人。其实吧，我的前男友有暴力倾向，这个伤疤就是当初我闹分手的时候他拿皮带抽的。这毕竟是我的伤心事儿，本来不想提。现在你满意了吧，夏小姐？喝这么多了也没反应，看来真是巧合。原来是这样啊，失礼了。萧小姐，如果没有别的事儿的话，那就请回吧。打扰了少夫人。渊哥，萧渊。林总，查到了，我查到了。说，少夫人果然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医扁竹，但他跟萧渊之间好像并没什么关系啊。他不是萧渊。对，经调查，少夫人从小是在南国长大的，履历完整，五年前以扁竹之名行医，一鸣惊人。而萧渊从小被萧家所收养，根本不会医术，而且五年前失踪之后便再无踪迹了。那林培明和萧露怎么回事？走，那我就不知道了。哦，对了，林总，徐伯说看见萧露去找少夫人了。回老宅。哦。这药虽能强行抑制过敏症状，但副作用还是大了点儿。好困。林子旭。走路都摔跤。今年几岁？我那是不小心的。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五年前那个局是不是你设的？如果是你，你为什么又要跑？林子旭，我根本不知道五年前发生了什么，而且我更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我是你的妻子，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把我认成别人，很不尊重我。你真的不是他？不是。如果被我发现了在撒谎，后果自负。夫人，你确定他不是萧渊？我试探过了，他真的不是萧渊。那他肩膀上的伤疤？说是被他前男友家暴伤的。家暴伤的？有这么巧合的事儿？哎，不对啊，那他为什么要针对我呀？害我丢了股份，还被禁足。我早就说过了，他不是省油的灯，他这么做肯定是为了得到林家的财产。说明那萧渊早在五年前，哼，就死得透透的。萧渊死了。林，你去查清楚五年前萧家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有预感，即便萧渊不是宋云哥，他也绝对没有死。那个林总，江明月他回国了，把他给我带过来。是。婉婉，哎，妈咪，楠楠，你们怎么回国了？也不跟妈咪说一声啊？当然是为了给你一个惊喜了。
妈咪，我们可想你啦。妈咪也想你们，不过下回回国一定要提前跟妈咪说一声。妈咪不用担心，是叔叔让我们回来的。谢谢你啊。你我之间啊，何必客气。妈咪可是拖了好几部戏才回来的呢，快带我们去见爹地吧。再等等，你们叶姨和小莹呢？他们去接机了，接一个叫明月的人。明月回国了，糟了，林子旭的人在找他。不好了，明月和小莹被抓走了。怎么回事？我就去买瓶水的功夫，就看到一堆黑人把他们带走了。圆圆怎么办啊？要去河南开车好快，我根本追不上他们。先别急，想想有没有可能是谁做的。我知道是谁了，你们放心，我一定能够保证他们的安全。江明月，五年前你谎称萧元只有一个孩子，隐瞒林家子孙，你胆子够大。说出萧元的下落，我可以既往不咎。还有这个孩子是谁？萧渊在哪儿？我真的不知道。至于这个孩子，她是我女儿。你还在撒谎是不是？我已经调查过了，你未婚未育，哪来的孩子啊？我是被江渊收养的。这是怎么了？啊，少夫人，林总在处理点私事。你的意思是，我不便在场了？少夫人，坐。江明月，据我所知，你这次回国是为了继任院长之职。你如果继续隐瞒，你的大好前程可就毁了。还是不肯说。周聪，联系现任院长，把江明月革职。另外，通知帝都所有医馆，不得录用他。是。不可以。等等，其实，你用这种方式也没有用。我真的不知道。傻圆圆，你可千万不能暴露啊，被林培明和萧璐知道了，复仇计划可就泡汤了。明月，我没有太多耐心。林少，这样威胁别人不太好吧？夫人，你貌似也有不少秘密，我还没有找你秋后算账的。他知道什么了？我只是觉得你都这样威胁他了，他这个反应，他应该是真的不知情。算了，今天就先……怎么这么热闹啊？哎，这不是那天婚礼上跟浩浩在一起的小丫头吗？是啊，我和浩浩是朋友。去请何医生做亲子鉴定。哎，别，我不用了。浩浩是我的哥哥，亲哥哥。你说什么？爹。我是你的女儿。我的女儿，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小萤，萤火虫的萤。爹爹，你可以不要责怪江姨吗？她有自己的苦衷。好。妈咪，小萤，来来来，过来过来。嗨，爷爷。哎，小萤究竟有几个孩子？三个。林少，三胞胎已是十分难得了，您还想要几个？现在他三个孩子都在我这里，他还是不肯出来见我们。实不相瞒，萧渊当年生完孩子之后就走了，连孩子都没有带，我又怎会知道他的下落？我不舍得江爷。哦，不哭不哭不哭啊！以后啊，你就住在这儿，江爷可以随时来看你。好吗？嗯。哦。编得不错。你说的这些话当真？当然。这个不负责任的女人，不对孩子们负责，也不对我负责。林少，您现在有这么漂亮的老婆，又何必揪着五年前的一夜荒唐不放呢？就是啊，老公当着我的面对别的女人这么念念不忘的，你也太不考虑我的感受了吧。你正常点。说的没错，元哥多好的姑娘，对上孝顺，对下慈爱，家族大会上也是力挺你，
五年前那个人连亲生孩子都能丢下不管，你还找他干什么？贾明月，你可以走了。小莹啊，咱们去送送江阿姨，也带你去找两个哥哥，好吗？嗯，走。哎，卓总，继续盯紧江明月，追查萧元的下落。是。你还要找他？吃醋了？我吃什么醋呀？只不过你这样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你瞒着这么多秘密，有什么资格说这个话？沈一姑娘，沈一姑娘，你喊谁呢？当着我的面！别装了，我还知道那封有关于林佩明私吞钱款证据的邮件也是你发的。你都破解了？只要是我想查的，就没有查不到的。那你还不是五年都没有查到小袁？嘀咕什么？没什么。既然你查出来了，我只有一个要求，替我保密。我凭什么答应你？因为我是你的夫人呀，老公。喊上瘾了？答不答应吧？夫人不和我坦诚相待，要我怎么答应？什么坦诚相待啊？你想干什么？我们是合法夫妻，你觉得呢？林少，那天只是一个意外，我不是那么随便的人。你想什么呢？我是想问你，你嫁给我到底是为了什么？神医扁竹是出了名的两袖清风，会觊觎我林家这点财产？我和林培明有私仇，你和他也不对付，所以我们是利益共同体，不是吗，林少？不是吗，林少？和我合作的人一旦拖后腿，立马会被踢出去。我对自己有信心，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夫人。这老爷子真是狠心啊，那说关我一周禁闭就一周，那一天都不能少。哎呀，这都最后一天，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啊呀？妈，太爷呀。裴明，哎，禁闭时间到了，可以出去了。裴明，希望你经过这一周的思考，能够切实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太爷爷，我就知道错了。再给我一次机会，您就把公司股份还给我吧，太爷爷。哎呀，心浮气躁。这样，最近集团服装部找了国际知名童星宋冉做代言人，你把这个项目做好了，再考虑别的。谢谢太爷爷。您慢走。哎，嗯，哎，您慢点。这老不死的，你就给我扔点这种小项吧。儿子，你先把这个项目做好了，指不定老爷子一高兴，把股份还给你呢。哼。真不用妈咪陪你去啊？不用妈咪，拍广告这种事，我早就得心应手了。妈咪放心，我会照顾好妹妹的。圆圆，你这孩子基因是真好啊。就是不知道孩子爹是谁。孩子爹。谢谢好奔跑啊，怎么还不知道我们爹是谁？你这张毒舌的嘴啊。你们说什么悄悄话呢？婉婉，我有件事儿一直耽搁着忘记跟你说了。我已经知道孩子爹是谁了。快说快说，是谁啊？我的爹爹叫林子旭哦。那不是林家大少吗？你们妈咪啊是嫁过去，但是那位不是你们的亲生爹爹哦。就是亲生爹爹，爹爹好笨笨哦。是啊，这也太玄幻了吧。那小冉这次不就是去给林氏旗下服装品牌当代言人吗？也不怕被林少给撞见啊？撞上他也认不出，毕竟他天天日理万机的，哪有功夫理一个小小的代言啊。
哎，好，好，非常好，来，给个侧脸，好，好，好。小张，拍怎么样啊？集团啊，很看重这次项目。小林总，这宋冉啊，不愧是国际知名童星，专业度很高。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喊林总，喊林总，你老加什么小字啊你？是是，童星不童星的，充其量就是个小屁孩罢了。海南哥，你看那边，是不是天府妈咪的那对狗男女？没错，和二哥发给我们的资料一样，就是他们。小张哥哥，怎么连杯奶茶也没有？不是说了我要喝奶茶吗？哎呦，你看我这记性，我这就去买。哎，等等，别耽误了拍摄进程。我看他挺闲，让他去买吧。你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鬼，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本少爷你也敢指使？小丫头，奶茶喝多了可是会发胖的。你可是童星，要注意点。阿姨，我没你那么胖了，我吃不胖哦。你说我是阿姨，还说我胖？哎，小小姐，消消气，消消气。阿姨再不去买奶茶，小袁可就生气了。露露，这个项目搞不定，爷爷他不会把股份还给我的。哎呦，你说小冉第一次在国内拍广告，他不会被人欺负吧？哎呀，放心吧，那两个宝贝那么机灵，不欺负别人不错。凌总，小冉这丫头在圈内风评很好的，从不耍大牌。今天可能是心情不太好，毕竟还是小孩子，您多担待着点。可不嘛，看见一些贼眉鼠眼的人，心情能好到哪儿去？臭骗子！阿姨辛苦了，在家休息一会儿吧。不用，就是辛苦了，在家休息一会儿吧。还这小屁孩懂事啊！哎呦，哇！我怎么动不了了？这是我特制的强力胶水，别挣扎了，想走只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脱裤子。你。大叔，你怎么了，大叔？林总，怎么了，林总？哎，别拉，别拉，别拉，裤子要破了。林总，服装部和宋冉拍摄的广告那边出了问题，现场很混乱呀。那个项目不是林平民在负责吗？嗯，走，去看看。发生什么了？我的限量款裙子，你。阿姨，我不是故意的。你们这群臭小鬼，搞事是吧？滚开！海南哥，林培明，欺负小孩子算什么本事？林培明，欺负小孩子算什么本事？林总，小林总好像跟孩子们闹了点不愉快。闭嘴！小朱，这项目是我负责的。你来凑什么热闹啊你！你们今天这两个小鬼，我非得好好收拾你们！就是，你就是欠教训。你办事不利，这个项目我接手。你说接手就接手？这是老爷子给林总的特权。五阿姨，你们现在已经不是项目负责人了，还赖在这里不走吗？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来两身干净的衣服，我们这样怎么出去？是啊，是。你说都这个点了，小冉还没拍完吗？我有点不放心，要不我们去集团楼下等着吧，确实有点久了，走去看看。你们这两个小鬼，你给我等着。大叔，裤子不要了。你佩明，把我们的人就是弟弟，把我们的人就是弟弟。什么？
没什么，谢谢叔叔。终于见到爹爹了，那个你别玩了，原来这个臭爹爹从没来看过我们，他也是惩罚的对象之一。可是他刚帮了我们，放心吧，我有分寸。小冉，来，咱们来继续拍摄吧。太单调了，我想要蝴蝶。哎呦，小祖宗，我这上哪儿给你抓蝴蝶去啊？你不是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总裁吗？嗯。小姑娘，我们总裁刚才帮过你，你这么对待他不太好吧？我不管，没有蝴蝶我就不拍了。这，哎呀，大小姐，你可别折腾我们了。嗯，你这不算数。捉弄他人可不是好习惯，但叔叔看得出来，你们不是坏孩子。如果你们真的想看蝴蝶，拍摄之后，叔叔带你们去公园。是这儿了吧？哎，刚好他们出来了。林子旭，林子旭，圆圆，那个不是你老公吗？还真和孩子撞上了，不会已经知道你就是孩子妈了吧？应该不会，孩子们嘴很严的。哎，他们过来啊。真的不用叔叔带你们去看蝴蝶吗？不用了，谢谢叔叔。看不见我，看不见我。那个，我朋友口红掉座位底下了。哦，再见啊。那件外套宋渊哥也有，是今年的爆款吗？回头让服装部做做调研。快起来吧，圆圆，这都开出十万八千里了。太行了，吓死我了。妈咪，我们能去找爹地吗？他今天帮了我们，我还没好好谢谢他呢。等下次有机会，妈咪再带你见爹地啊。妈咪说了不让我们来找爹地，我们小心点，不会发现就好了。不知道爹地的房间是哪个？你们两个谁啊？你们两个谁啊？是你们两个小鬼。糟了。好啊，我还正愁找到你们呢。哼，自己送上门来了。行，你看我这次怎么教训你们。好。追！小兔崽子，我看你往哪儿跑！放开我们！快，大叔了，阿姨！臭丫头，你还敢骂？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干什么？是妈咪。哟，小婶在家呢。我告诉你，这件事跟你没关系，老老实实的把这两个小崽子交给我。你要对他们干什么？欺负两个小孩子，你要不要脸啊？宋渊哥，你未免管得也太宽了，这不是你的孩子。你不会是当后妈当上瘾了吧？林子旭的三个小野种还不够你管？干什么啊？小鹿，谁允许你这么侮辱我的孩子？你要是再敢说这种话，我告诉你，一个字，一个巴掌。拿你好赛。宋渊哥，你疯了吧你？你敢骑到我们头上来？林派兵，小叔，不是小叔，你听我说，是他，林子轩，林家的少爷，你也敢打？爹地帅爆了，好像有点帅。林少，你偏心少夫人也应该讲讲道理吧？明明是他先动手打的我。既然是偏心，讲什么道理？你什么事这么喧哗呀？哎呀，太爷，你可算来了，这儿有两个小偷。你胡说什么呢？他们不是小偷。私闯民宅，不是来偷东西，是来干什么呀？别怕，告诉爷爷，你们来做什么来了？啊？叔叔，我来是想把这个给你，然后说一句谢谢你。
谢谢。原来是你结下的善缘呀！哎，那张纸怎么没给他呀？这不是借给他的。磨磨蹭蹭，小小年纪总不会学别人写情书吧？我看看。我能看。别动。这是写的什么呀？难道说写了什么？妈咪，对不起，没有听你的话，偷偷来看你和 Daddy 了。我还送了 Daddy 礼物，小冉保证，就这一次。糟了，楠楠和小冉是瞒不住了。礼物？太爷爷，这不是很显然吗？啊，这俩孩子就是宋渊哥的野种。小叔啊。你这头顶够绿的呀你啊！你有前夫？我没有。你还嘴硬，这俩孩子就是最好的证据。渊哥，你应该知道，当初选八字相合之人时有一个要求，便是一定要是未婚姑娘。大师说了，因为未婚姑娘才能够冲喜。我知道，爷爷。林老爷子，这个女人不干不净还满嘴谎言，她怎么配嫁进林家呀？我看呀，她就该被赶出去。你说啥？你这个歹毒的人，那张纸不是写给她的，我不认识她。楠楠，小冉，是妈咪对不起你们。没错，他们就是我的孩子。宋元哥，承认倒是挺爽快的嘛。太爷爷，这不得处置他俩？元哥，糊涂啊！嘿，这是我自己的婚姻，我想自己处理。好。坏坏大叔，坏阿姨，你们真是惯得很，迫不及待要害妈咪。谁说过我们是妈咪的亲生孩子了？其实我们是妈咪在福利院收养的孤儿。楠楠，小冉，你们为了妈咪竟然……妈咪没有什么前夫，一直一个人养大我们，现在有了爹地照顾他，我们很开心。但是我们好想爹地，才带着胆子来的。可怜的孩子们，以后啊，你们就住在林家。嗯啊，子旭，你一定要把他们当亲生的对待，听见没有？爷爷放心，不会的。你们真的只是被收养的？坏大叔，坏阿姨，你们不要在这妨碍我们家庭团聚了。你们人品差，心机深，我和楠楠哥都不喜欢你们。你们这两个小屁孩，我……哎呀，不行了。黑民小路，你们俩闹够了没有？这没你们的事儿，我老头子也不打搅了。宝贝们，再见！啊，走吧，来。林子旭这表情，难道他没信？爹地，我们以后就可以光明正大叫你爹地了。是啊，爹地。我不是思想封闭的人，就算你真的有前夫，我也不会因此对孩子们厚此薄彼。这一天你可以放心。谢谢，没想到你还挺通情达理的嘛。夫人把我当成什么人？没有七情六欲的机器人。倒也没有那么夸张了。小孩不小心掉到了缸里，孩子们吓得边哭边喊，跑去找大人去。楠楠说，你这边有他经常看的科学杂志。有时候吧，孩子太聪明了也不好。妈咪，爹爹，你们为什么一直分房睡呀？自己不是都睡一张床吗？是啊，妈咪，爹爹。你呀，好好睡觉吧，我去领你。你告诉我在哪，我在哪就行。想陪你追着日落看星星。林子旭，
你是我的夫人，我亲一口不犯法吧？那你也应该经过我的同意啊。你拒绝了吗？我。喂喂，圆圆，特效的新配方定下来了，但是和药厂的对接需要你亲自出面。好，我知道了。我有点事情需要出差几天，你这几天好好照顾孩子。出差做什么？秘密。宋渊哥，你身上究竟还有多少秘密？那林子旭现在是有五个孩子了。虽然那两个孩子不是他的，但老爷子亲口说要把他们当亲生孩子对待，等这几个崽子长大，那势必会分走林家的各方势力。那我岂不是连汤汁都不剩？我看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们扼杀在摇篮里。爷爷。哎。我来找裴明，怎么不见林少和少夫人？哦。子旭上公司了，元哥出差了，我们呀也准备带着孩子去玩呢。露露，哎呦，今儿这么早啊？裴明，呀，还有两个小兔崽子呢。哎呦妈呀，怎么说话？江二这来过了，带着和浩和小莹出去玩了，我呀。也带着他们出去玩喽，走了，哎，走喽！哎呀，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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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看，裴明，林子旭和宋渊哥都不在，这可是个好机会。有道理。孩子们，想不想吃冰激凌啊？爷爷给你们买去啊，等着。小孩子们，哇，是乐园探险活动的云朵玩偶。对，乐园探险活动找到宝藏啊，就神秘大礼等着你们呢。可是爷爷还没回来，那冰激凌的队伍好长啊，估计爷爷还要排好一会儿。我们待会儿给爷爷打电话就好了。嗯，那就出发吧。走走走，来。我怎么总觉得惴惴不安的？太紧张了吧？毕竟新配方就要全面应用了。药厂的厂长啊，一会儿就到了。Yeah, I'm ready. Oh, I'm ready. One, two, ready, go. One, two. 喂，什么事儿？问问我的夫人在什么秘密场所出差。都说的是秘密了，还会告诉你啊？不过你现在打电话是在查岗吗？不敢。没事，挂了。圆圆，你们处得不错嘛，这就打电话过来了。正所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你别胡说了。哼，来了也不出声，跟鬼一样。这个林总，你打电话太专注了。您对少夫人好像有点上心了。没有啊。那萧院的下落还找吗？继续找，毕竟她是孩子们的生母，我有事需要找她谈。我不喜欢这个小淑女，感觉好阴冷啊。孩子们快看，哪有宝藏？那么小一个，真寒碜。大哥，我觉得这是可怕。走，我们过去。果然是个骗子，让他跑了。哼，我故意放他走的。怎么样？哎呀，肯定成功了呀。哎，我告诉你啊，那小孩就是小孩，你太好骗了。我就穿着乐园的专属游乐服，他们一下就给信了。这个呀？啊，那借你玩偶服的那个人呢？放心吧，都打点好了，快走吧，别让他也撞上啊。走。那个可恶的家伙，大哥，你为什么要故意放他走？如果我没猜错，那人大概率是林培明。如果当场逮住他，
他可以谎称是逗我们玩，毕竟我们没有遇到危险。那如果他自己的车了，我们真的失踪了，说谎太太都不有责任。没错，原来如此，猪猪哥果然思虑缜密，所以我们现在谁也不能联系，让大家都以为我们失踪了。可我们要怎么证明那个玩偶是梁佩明假扮的呢？我用电话手表录了音，带去专业机构能检测出他的声音。不用麻烦，南亚哥的实验室就可以检测。大哥，你这倒是提醒了我，我们可以赌一把，赌他不够专业，在盒子上留下指纹。哈哈，双重证据，看他怎么抵赖。可我们现在好像迷路了。不用担心，我在来的路上和树上都做了标记，走去四 D 实验室。喂，爷。出大事了，孩子们不见了。什么？爷，您先冷静下来，怎么回事？我带着周周、楠楠还有小冉来游乐园玩，就买个冰激凌的功夫，这孩子们就不见了，这可怎么办呀，我的宝贝们呀。爷爷，您别着急，这事交给我。哎，楠楠啊，周周，周总，林总，派出全部人手搜寻整个游乐园以及地图，就算翻个底朝天，也要把孩子们给我找到。是。哎呦，您上哪儿去了？这么才回来？哎呀，都这么晚了，你说他们会去哪儿了？都怪我没有把孩子看好啊！爷爷，去哪儿？您别自责，我一定找到他们。好，好。圆圆，怎么这么着急回来啊？我还是有点不放心，总觉得要发生点什么事儿。这样，我明天一早就回林家。行。你们三个怎么在这儿？妈咪，妈咪，你们三个不在林家待着，怎么回叶姨家了？妈咪，我们差点就见不到你了。这是怎么了？林子旭欺负你们了？叶姨没有欺负我们，是梁排名。事情就是这样的，这个该死的林佩敏竟然做出如此泯灭人性的事儿来！你们没有受伤吧？浩浩和小莹呢？妈咪放心，我们没有受伤。佳怡带着浩浩和小莹出去玩了，过几天才回来。妈咪，通过四 D 的检测，我们已经拿到证据，明天一早就可以回林家。林佩敏，当初你残害我，如今又伤害我的孩子，孩子是我的底线，敢触碰我底线的人，我会要你付出代价。哎，爷爷啊，您一夜没睡了，去休息会儿。孩子们没找到，我怎么睡得着啊？你不也在书房一夜没睡吗？全城都找遍了，也不知道是谁这么大胆，敢动我林子旭的孩子。小叔，你说这都找了一天一夜了，还是节哀顺变吧。啊，住口！你个混账，别乌鸦嘴！大侄子，你就这么巴不得我的孩子们出事儿啊？大侄子，你就这么巴不得我的孩子们出事儿？哎呦，好好宝贝们，你们没事就好啊。嗨，爷爷，我们没事，怕您担心了。宝贝儿啊。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啊，孩子们，是去找你了。是有人贼心不死，想害他。谁？是他，那个坏大叔。这几个小兔崽子命真大呀！不过他们没证据，我咬死不承认就行。对，就是他，他想要害我们这些命。林佩明，我哎，小叔，别生气，别生气，这我咋敢呀？这没证据事可不敢乱说啊。就是，宋冉、宋楠。我们之间是有一些不愉快，但是你们不能因此诬陷裴明啊，这可不是小事儿，由不得你们胡来。萧璐，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也是帮凶。你们这对心肠歹毒的狗男女，连这么小的孩子都能伤害。林裴明，你给我从实招了。太医，真不是我，这小孩子嘛，这看不惯我就用这种方式对付我，我不会和他们计较的。爷爷，不必假惺惺的，我没有证据。
放心好了，哪儿来的证据啊？我看啊，他就是故意炸我们。凌州，你说有证据那就拿出来呀、啊。要是空口无凭，宋渊哥，子不教母吃过，你可是要担责任的。我的夫人还轮不到一个外人来指指点点。孩子们不会让我受欺负的，他们一定有充足的证据。看爷爷，昨天您去买冰激凌的时候，林培明扮作乐园的玩偶，把我们带到一个偏僻的小树林里，接着丢下我们跑了。啊，竟然是有这样的事。林培明，你 我没有。太爷爷，您不能信他一面之词啊。坏大叔，你还狡辩。这两份报告分别是周周哥录音里的声音检测和那个所谓宝藏盒上你留下的指纹检测，而他们的结果都指向你林培明。声音指纹胡说八道，那都是你们伪造的。我是男一年的，发表了20篇论文，10个奖项。我的导师是最有权威的科学家，你是在质疑我的检验结果吗？我不是你一个小屁孩，你装什么天才科学家啊你？我的孩子们都是天才，你有意见？得了吧，就算是天才，也没有一个是你亲生的。有什么可嘚瑟？那都是我夫人教导的好。够了，我的孩子们，我了解，他们不仅聪明，而且不可能诬陷他人。太爷爷，您信他们，难道就不信我吗？林总，人到了，带过来。林培明，既然你不见棺材不掉泪，那我就成全。带过来。说，哦，我说。我什么都说。你是什么人？我告诉你啊，你想好再说。哎，对不起啊，小林总。哎，我以为不对，是林培明，他借完我符，原来是这么作用啊！我是一个打工的啊，游乐场又在林家旗下，我一个打工的不可能违抗命令啊，是吧？你少胡说八道！我看你们就串通好了都。林培明，我们林家怎么会出你这样不孝的子孙？太爷，我反正物证俱在，你还拒不承认？你我，哎，太爷爷、哦，您别气坏了身体，我们都是有惊无险。是啊，太爷爷，玩忽职守，把人给我带下去，直接开除。是，我错了，林总，我错了，都是他逼我的，林总，都是他逼我的，林总。林培明，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他们才5岁，你这个没有良心的畜生！你给我闭嘴。要不是你非要当什么冲喜新娘，要不是这帮小兔崽子一个一个涌进林家，我至于吗？我啊，你们一个一个都要抢财产，我只能先下手为强。我知道你贪婪狂妄，但是我没有想到你能到这种地步，连活生生的孩子你都敢下手。别激动，我来解决。你们是我的家人，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伤害你们的人。爷爷，林培明虽然是我的亲侄子，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触犯了我的底线，也违背了林家家规。你要对培明做什么？我申请将林培明逐出家族。你说什么？说什么了？这是怎么了？秦子旭，你说什么呢？我说的话还不够清楚吗？我要求林培明滚出林家。你发什么疯？我看发疯的分明是你的儿子吧，他都丧心病狂到要伤害我的孩子们了。要不是我的孩子们聪明，他们早就葬身树林了。你这孩子做事情怎么不跟我商量？事已至此，我们只能祈求林老爷子了。爷爷，即便是你再偏心子婿，那裴明也是林家子孙，更何况这是个误会。爷爷，你是不会赶出裴明的，对不对？是啊，林老爷子，裴明他只是一时糊涂，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机会？我的孩子们差点因此丧命，你们哪来的脸要机会？别给我捣乱。太爷爷，不要让我走。裴明啊，你爸走不走，你妈无底线宠惯你，把你宠惯坏了。你出了林家，要好好反思，重新做人。爷爷，太爷爷，您不能赶我走啊！太爷爷，林子雪，你给我等着！你别收拾了！哎呀，儿子。
别灰心，萧雪在医药界的地位越来越高，只要你死死拿捏住萧鲁，不怕没有东山再起的那一天。别说了，别说了。哎，你不在的时候，我没能照顾孩子吗？对不起。高傲的林家大少也会说对不起。我有资本自傲，但我不是不讲理的人。我们是夫妻，无论是我的亲骨肉，还是你收养的四宝五宝，他们都是我们共同的孩子。我没能保护好他们，是作为父亲的失职。你，妈咪爹地，你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咪和爹地，小雅最最喜欢你们了。我也是，我也是。好了，这两天为了孩子们的事情，公司对了好多事，我要先去趟公司。好，路上小心。爹地，这时候不应该来个吻别吗？说什么呢你？妈咪，你和爹地的感情越来越好了，林培明那个渣男也被赶出去了，什么时候告诉爹地你就是我们的亲生妈咪呀？是啊，是啊。再等等，他们从我这里拿走的东西我要全部都拿回来。不说了，妈咪带你们去吃好吃的。耶！你谁呀？女婿哥哥呢？我是林家的少夫人，你是哪位？找子去什么事？你就是那个爱慕虚荣嫁进来给人家冲喜的新娘呀？倒是嘛，跟我想象的不一样，长得一副狐媚的样子。以我对子虚哥哥的了解啊，他呀最讨厌你这挂。我不信你这么说我妈咪，丑八怪。对对，哪来的臭丫头呀？你敢说我丑？你干什么的？我女儿这里不欢迎你，请回吧。女儿啊，林爷爷真是老糊涂了，居然呀让一个带着俩拖油瓶的女人嫁给子虚哥哥了。傻阿姨，麻烦你对我妈咪和兄弟姐妹尊重些。周周，你这么着急就喊妈咪了？不过也是，你呀就是一个有娘养没娘教的小野种。你打我，你居然敢打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不管你是谁，没有一个母亲可以允许他人上树辱骂自己的孩子。还有，我老公已经是有妇之夫了。沈小姐，你请你自重。我只不过是在国外耽误了两个月，你还真以为你自己是林少夫人了？我告诉你，你呀不过就是一个林天燕。爷爷。哎，林爷爷您慢点，就知道给他爷爷献殷勤。哎呀，我还没老到走不动的地步啊！林青，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子旭领了证办了婚礼的妻子，是我们林家名正言顺的少夫人宋元哥。林爷爷，既然今天子旭哥哥不在，那我就改日再来拜访。走了一个花阿姨，又来一个花阿姨，真是麻烦。元哥呀，你别误会，这人是沈家千金沈斌清，沈家和我们林家也是世交。斌清呢，打小就喜欢子旭，而不过你放心，子旭对他是毫无心思的。嗯，我不介意。好你个林子旭，还有这烂桃花呢？这个该死的林培明终于被赶出去了，太解气了。可是又来了个什么烦人的沈斌清。我去趟洗手间。哎，对了，渊哥，听说你最近新研发的特效药已经发布了，恭喜你啊。谢谢。宋渊哥怎么和一个陌生男人在一起？那两个拖油瓶也在，难不成那两个孩子是他和这个男人生的？宋渊哥，敢勾搭野男人，你这个少夫人的位置可没几天可坐了。裴明，萧家单靠特效药只能在医药界有名望，还远远超不过林家。要是想把林子旭和宋元哥踩在脚下，我们必须再想想办法。哎呦，我就是从林家出来的，我能不知道啊？林家可是帝都第一世家，各行业各领域那都是翘楚，哪那么容易超越啊？哎，等等，怎么了？是
神医扁竹研发出最新心脏病特效药，治愈率高达 99.99%， 远超萧氏集团旗下药物。萧氏集团股票大跌，这萧渊当初给的配方已经是极致了，这神医是什么人？难道他是萧渊？别胡说八道，萧渊早在5年前就死透。哎，宋渊哥不是和那个神医很熟吗？既然神医行踪神秘，那就从这个宋渊哥下手。好主意。来，你喜欢吃这个。谢谢。子旭哥哥，宋渊哥呀，出轨了。沈小姐，你又来闹什么幺蛾子呀？沈冰清，你不要胡言乱语。子旭哥哥，我听说你醒了，赶紧从国外赶回来了。可是还是公司有事儿，耽误了2个月。你当了3年植物人，难道都不想我吗？不想。我不是故意的，实在是没忍住。嗯，宋阳哥，你就笑吧，一会儿啊，你就笑不出来了。因为呀，我已经掌握了你出轨的证据了。爷爷，你看 P 了什么照片啊？这么自豪？嗯。这是夫人，这照片上的男人是谁？这不是昨天我和苏轩婉婉一起喝咖啡的时候吗？竟然被沈冰清偷拍了。宋渊哥，你没脸说，我来替你说。照片上的人呢，是你跟你的奸夫，也就是那两个拖油瓶的爸爸。宋渊哥，没话说了吧？子旭哥哥，我也没想到这么巧，他带的孩子呀跟野男人在外面约会，刚巧呀就被我给遇。元哥，这是怎么回事？照片上的男人是谁？爷爷，这个人叫苏轩，是我在国外认识的好友，我们只是普通朋友，昨天一起喝咖啡来着。其实那个时候我闺蜜也在，只不过她刚好去洗手间了。这么巧呀。宋元哥，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吗？你爱信不信，你的态度又不准。子旭哥哥，这么拙劣的谎言你可不能信啊。我相信我的夫人，她不是那样的人。我们还在用餐，你可以走了。子旭哥哥。冰清，别在这儿捣乱，又是沈家千金的身份，元哥是个洁身自好的姑娘，照片上的那两个孩子也是她收养的。听见了，奉劝你啊，还是别在这里挑拨离间，自讨没。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这个呀，是你跟那两个孩子的亲子鉴定报告结果显示呢，他们两个是你亲生的。他怎么会有我和楠楠小冉的亲子鉴定报告？他是怎么拿到的皮肤组织？难道是那时候？姐姐，你没事吧？没事儿，真可。竟然是那时候趁机拿了我们的头发。不可能。子旭哥哥，看吧，我可没骗你，骗你的呀是宋渊哥。宋渊哥，我给了你主动坦白的机会，但是呀你不中用，非得让我把证据亮出来。元哥，这是怎么回事？我一直以为你是最适合少夫人这个位置的人。爷爷，我……爷爷，这个男人应该就是他的前夫。啊？不是。那天你说楠楠和小冉是你收养的时候，态度不太自然，我当时就存疑。但是我说过，我不在乎你有没有前夫，因为我自己也有3个孩子。既然你已经嫁了，我希望你们之间不要再有交集。其实我……子旭哥哥，你也太好说话了吧，你有孩子的事情从来没有隐瞒过，他呢对你坦诚过吗？闭嘴。子旭哥哥，好了，冰清，你就别在这找乱了，这是他们俩的事，也是我们林家的事，你就不要在这插手了，回家去了。子旭哥哥，就是想让你看见他的真面目，想让你知道宋渊哥就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那个人是谁啊？沈家千金沈冰清，一直喜欢林子旭，这几天刚回国。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说不定以后能派得上用场。对不起，
我确实隐瞒了你一些事情，包括楠楠和小冉的身世，但请你相信我，我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的。等到事情解决了，我一定会向你坦白的。你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告诉我的？我是林家继承人，坐拥帝都的财富和资源，有什么是我帮不上的？你非要去找那个前夫？苏萱不是我前夫，你怎么就不信呢？那个渣男和你生了孩子却不和你结婚，你还带着孩子和他见面？你想哪儿去了？孩子不是他的，其实孩子是谁的？孩子是谁的？林子轩，你再等等，等到事情解决了，我到时候自然会告诉你的。宋云哥，你究竟还瞒着我多少事？宋云哥，你一个人走。新特效药已经快速取缔了萧氏集团的市场，我要快点拿回萧家，了解这一切。这次和江姨出去玩真是太开心了。哥哥，你快看！小莹，你快去通知爹地，我去跟上去看看。姑娘，小心嘛！嗯。爹，哎。子旭啊，我想了想，刚才爷爷是不是对元哥说的话太重了？你也是，等元哥回来，你和他再好好谈谈，听起来他也有难言之隐。我也不明白，他什么事都瞒着我，究竟有没有把我当丈夫？弟弟，妈咪出事了。妈咪怎么了？被那个坏蛋抓走了，就是平平和小鹿那两个大坏蛋。这两个混账！阿浩哥哥追上去了，跟我们发了实时定位。弟弟，你看，浩浩他一个人太莽撞了，我看看定位，往城西区一圈。信号中断了，此刻肯定是信号不好，这个怎么办？少爷，徐宝，您有何吩咐？立刻全程搜寻，调取所有监控，重点搜寻城西区对信号不好的地段，要多加留意，掘地三尺，也要务必找到少夫人。是少爷。哟，醒了！真是熟悉的场景，他们识破了我的身份，是什么时候？少夫人别害怕，今天请你来呢，就说几个问题想问我。当然，你得乖乖回答，不然你这张漂亮的脸蛋可就保不住。这对渣男女真是恶心，竟然还想毁了妈咪的绝世容颜。我一个人势单力薄，爹地你在哪儿啊？快来救救妈咪！说吧，你们想问什么？你不是认识神秘蝙蝠吗？他在哪儿？告诉我。你点贪东西！告诉我他在哪儿？他是不是萧元？我不知道。放屁！我不能进去送人头添麻烦，我要相信爹地，他一定会找到我们的。神医扁公行踪不定，林家为了找他找了三年都没找到，而你却轻松就不把他叫过来。你们之间一定有联系，你一定知道他的底细。说，再不说我掐死你。好，我说，我就是神医扁。妈咪怎么还不回家？都等饿了。妈咪有事要忙，你们先吃。善姐，你怎么哭了？孩子们，吃完饭早点睡，什么也不许想，听见没有？好孩子，来吃。哎，老爷，少爷，林培明的车找到，走。你，他就是神医扁竹啊！确实，他一嫁进萧家，躺了三年的林子旭就好了，说不定他真的是神医。妈了个巴子的！你个
伯父，你把我赶出林家还不够啊啊！你非要把肖家也要弄倒。你说你就是神医，那就乖乖的交出特效药的配方，否则，你们两个草包果然没什么能力。肖家五年前的特效药配方，恐怕你们也是以这种方式得到的吧？宗元哥，你胡说什么？我告诉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交出新特效药的配方！你一个土鸡，好不容易爬上枝头，嫁进了林家，财产还没到手呢，你甘心就死在这儿了？那你应该知道，动了我，林少不会放过你们的。你太自以为是了吧，姐姐啊！林家在乎的只有太太那几个小娃娃，你看现在，过了这么久了，从白天到黑夜，有人过来救你吗？有吗？对了，沈家千金沈冰清，那和林子旭两个人啊，是青梅竹马，两情相悦。现在人家回国了，你也该让位了。说不定这会儿啊，两个人正你侬我侬的陪明。我不用说这些话刺激我，我既然来了，就没有做到全身而退的准备。配方我是不会讲，你们把我杀了，我和萧渊的魂魄会一直缠着你们，让你们永世不得安宁。你是萧渊什么人？怎么，做贼心虚了？我和萧渊不一样，我的孩子没有林家庇佑，你们威胁不到我。我会带着配方进坟墓，到时候你们就等着萧家落魄吧。贱人，怎么办？这娘们嘴太硬，配方是问不出来了，但她知道萧渊的事儿，竟然护你了。妈咪，多么似曾相识的一幕，难道这就是命吗？去死吧，宗元哥！快，哎，去！真的是他吗？还是我出现幻觉了？真的是你？是我。林总，把他们的手脚给我废了！是。不要！不要把他废！林子轩，我得去治他！林子轩，明天我会下令吞并萧家，让他们等等。等等，怎么，他们都这么对你了，你还要手下留情？当然不会，只是我还有些债没有讨回来，萧家先不要动。你和萧家还有恩怨，我的夫人，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就剩一点点了，就一点点。痛，你怎么一点都不怜香惜玉？我们是夫妻，就算吵架了也不能赌气独自离开，只要我在你身边就不会有危险，记住了。嗯，你不想离婚了？怎么突然问这个？你不是在找孩子的生母吗？如果找到了，不应该对他负责吗？我们在新婚之夜已有夫妻之实，按照你说的，我也需要对你负责。那晚只是意外，我和孩子们的生母也是一场意外。宗元哥，我不管你嫁给我有什么目的，又藏着多少秘密，既然你现在已经是我的夫人，就休想把我推给别人。林子轩，你是不是有点喜欢我呀？好好休息，别净乱想些乱七八糟。Ice cream, chocolate, monkey, 可是林子旭，我好像有些喜欢你了。夫人大清早要去哪里？我出去一趟。我陪你去。不用。那让保镖。也不用。不长记性。我仅有的仇人就是林培明跟肖璐，他们两个现在不敢对我怎么样，所以你放心。
他来萧家做什么？怎么能开萧家的指纹？你们糊涂呀！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来！萧洛，萧洛，我怎么能有你这么一个拎不清是非的孙女儿？每天跟着这种男人为非作歹，胡作非为！爷爷，我跟裴明都这样了，您就别骂我们了。林少没有吞并我们萧家，那已经就是大发慈悲了。还有五年前那个特效药的配方到底是怎么回事？萧渊的失踪和你到底有没有关系？没关系，他自己跑的和我有什么关系？那特效药我自己研发的。萧洛，你可真是天地之耻。宋渊哥，你来萧家干什么？你怎么进来的？您是林家少奶奶吧？我这孙女儿啊都被这个坏小子带坏了，不懂事。来，我给您赔个不是。爷爷，没事的。这声爷爷和渊儿喊我是真像。渊儿，五年了，你在哪儿啊？宋渊哥，你这个毒妇，你真是不依不饶啊！都我们都这样了，你还追到萧家来？你别自恋了，就凭你们两个还不值得我大费周章。那你是来干什么的？当然是来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这是没错，这就是我们萧家的传家宝。元儿20岁生日的那天，我宣布他为萧家的继承人，我亲手给他戴上的。元儿，是你吗？爷爷，是我。我找了五年的人，竟然就在我身边。萧远，你藏得可真深。宋渊哥就是萧远，你没死啊？我亲爱的前男友，你就这么盼我死？不可能，你不是萧远。那天我明明就明明在我茶里下了玫瑰花，我却没有出现过敏症状时。你知道，萧璐，你之前不是挺聪明？我能研发出治疗心脏病的特效药，能登上医学榜的榜首，被人称作神医，会不被给予过敏药在身上？你真是小月？肩膀上那条伤疤果然是你？没错，是我。这几年我请了最好的易容医师，治好了全身上下的疤，唯独留了那么一道，为的就是记住你们带给我的伤害。我从地狱里回来了，欣喜。你们是你们害了燕儿。爷爷您别生气，我来解决。你想怎么样？我想做的基本都已经做到了。林培明，你一心想取代林子旭的位置，我偏要嫁给他治好，轻易的就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你还抢走了太爷交给我管理的公司还有股份？没错，我就是要彻底的把你踩在脚底下。我被逐出家族也是你和那几个臭徒子设的局。不许你这么污蔑我的孩子们！你这个贱人，你还装！哦，林培明，林培明，你被逐出林家，那是因为你要害和月儿的孩子，那是你咎由自取。林培明，你欠我的，我都讨回来。萧璐，你拿走的也该还回来了。你什么意思啊？爷爷，你让你回来了，以后啊，你就是咱们萧家的继承人。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你不同意也没有用，这个手镯就是我作为萧家继承人的姓。爷爷，我才是您的亲孙女，我身上流着萧家的血脉，她一个孤儿院捡回来的养女，凭什么继承萧家啊？凭什么？凭的就是我们萧家在医药界能够崭露头角，靠的就是渊儿在医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若是把萧家交给你这种既无能又嫉妒心强的人，那后果才不堪设想。而且渊儿是在你出生之前就抱养回来的，在我心里啊，我早就把渊儿当成我的亲孙女了。再怎么亲，那也不是亲生的呀。露露父母早逝，于情于理他才是萧家的继承人。林培明，萧家的家事你无权插手。渊儿，一周后啊，爷爷给你举办家庭宴会，正式的宣布我们萧家的继承人呀回来了。嗯，
夫人，我们回家吧。好。不行，我才是肖家的继承人，我才是，我才是。燕儿，你的血。我去打120。我居然杀了林少。能不能脱下面具还可以。小洛， 这可是你自己干的， 我可没参与啊。林老爷子要找那也不能找我头上。死得好。死得好。小洛，我老公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要你陪葬。爱上他要恨，不用担心我。小渊，你也去死吧。我是真没想到我的亲孙女儿会变成这个样子。小洛，你自行离开吧。爷爷，爷爷，我可是您的亲孙女，你要把我逐出家门去。小渊，都怪你这个贱人，我不会让你好过的。你醒了，我去叫医师。你花儿的笑身旁，青涩的柠檬味道。我你那天在萧家，我听见你喊我老公，怎么和老公亲亲还这么害羞？我那是多亲亲就不会害羞了。弟弟，我们来看你了。今天妈咪是在亲亲吗？好像被我们打断了，没亲上呢。爷爷，你们来了。看来子虚的伤势不重，这我就放心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回去了，孩子们，走。回家了，走了。来，我先去喊医师。你没什么话和我说吗，小月？对不起，我瞒了你这么久。其实楠楠和小冉都是你的孩子，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前夫。你给我生了个五胞胎！你给我生了个五胞胎！这么好的事，为什么你生完孩子就跑了？我怀孕的时候，林培明和肖洛逼我交出特效药的配方，又想一把火把我烧死。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还没死，所以我不敢耽搁，立马就出国了。你受苦了。你不怪我，我带着孩子们出国，又是为了报复林培明和肖洛，才当你的冲喜新娘的。是我没能陪在孩子们身边。这么说来，我一个躺了三年的植物人能够醒来，是你这个神医新娘治的吧？该说对不起和谢谢的人是我。沈小姐，我就开门见山了。你喜欢林子旭，我们都讨厌宋渊哥，或许我们可以合作。什么合作呀？宋渊哥就是神医扁竹，他研发的新特效药已经彻底取代了我们的市场。这个药品里的药粉吃了会让人上吐下泻，只要加进原料里，他就会身败名裂。这种事儿你们干嘛不自己做啊？拿我当枪使是吧？我们倒是想啊，但是那两口子对我们提防着狠，这不是没机会吗？但你不一样啊，他们对你没有那么设防，你有机会进入药厂。沈小姐，考虑好了吗？这样的机会可不多啊。我进入药厂，把药粉放进去之后，舆论方面呢，谁来把控啊？沈小姐您放心，这些事情呀我们都安排好了。萧家继承宴上就是他宋渊哥身败名裂之时。就这么定了。子旭哥哥，五年前我没能得到你，这一次我绝不能再失败。还痛吗？痛，但如果和夫人亲亲那就不痛了。你真是越来越不正经了，快把之前高冷的林少
还回来。林总，下去。怎么了？那个特效药制作已经过半，我们严格遵循少夫人的要求，出厂之前全部检查了一遍，发现多了一位不明的药材，试吃之后会出现上吐下泻的症状。谁干的？是沈冰清小姐。竟然是她！先不要打草惊蛇，所有药秘密重做，让她以为自己得逞了。是。啊。那你们继续，继续。燕儿，子熙，快来。爷爷，各位，我老头子今天有几句话要说。今天呀，是我们萧家的宴会，也是我们萧家继承人的继承仪式。这位就是老夫的孙女，也是萧家的继承人，未来萧家的家主萧渊。我这个孙女啊，可不简单，她呢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位居医药榜榜首，名扬国内外的神医简竹，有幸见到大名鼎鼎神医的真面目，真是值了。哎，这姑娘有点眼熟啊，她不就是嫁给林少的那位冲喜新娘吗？怪不得林少瘫痪了三年，她突然就醒了，原来是这位神医救活的呀。我们萧家五年前出的特效药和现在的新特效药，都是我这位神医孙女研发的。厉害，这可真乃是妙手医仙呢。神医不过只是一个名号，能够为患者们尽一份微薄之力，便是我学医的初衷。什么狗屁神医，什么狗屁神医，什么人胆敢擅闯我萧家的宴会？我们来只是为了揭发这庸医。没错，以防更多的人上当受骗。哦，揭发我，那你们倒是说来听听。各位，我有严重的心脏病，就是信了这个神医的名头，买了什么狼神的新特效药，可是呢病没好，反而上吐下泻，直接给我送去了急诊。不是吧，我刚考完这神医就翻车了。哎呦，这何止是骗人钱财，简直是害人性命啊。没错，他就是个骗财夺命的庸医骗子。不可能，我孙女就不是那样的人。说完了。你干什么？我可拿了家伙呢。你们购买的药丸拿去成分检测过了吗？这我这儿呀有刚出的新特效药，宋元哥你敢现场检测吗？当然了。何医师，少夫人，把他们的药品拿去成分检测。好的。沈小姐，你跟这儿捣什么乱呀？我孙女的药肯定没问题。因为他们根本就是一伙的。左手，把人带上来。林总，我在酒店外面发现这两个人鬼鬼祟祟，并且我还找到他们与沈冰清在咖啡厅勾结的证据。什么勾结？不要乱说，我根本不认识他们。那我最后问你一遍，我研发的特效药有问题？当然有问题。少夫人，检测报告出来了，成分与成分表所写一致，并无任何有害的成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萧璐，你们的伎俩早就被我识破。是你们，萧璐，你简直是无药可救。你又失败了，怎么会这样？林总，三年前的车祸也水落石出了，是林培明在你的车上做了手脚。林培明，我念在你我叔侄一场，始终给你和萧璐留了一条生路，但是你们执迷不悟，我已经报警。报警？报警啊！五年前你们差点烧死渊哥，三年前设计车祸，还有绑架、持刀伤人，桩桩件件够你们在里面蹲一辈子。不，不要小说，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小说，还是渊哥，你快听我求求你！
小叔啊，你这个废物，当初就不该跟了你。爷爷，爷爷，我知道错了，爷爷，牺牲权我不要了。爷爷，你不会把我送进去的，对不对？爷爷，你把我保释出来就行。爷爷，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爷爷。你这都是咎由自取，绑通带下去。爷爷，不要，爷爷，别出去。沈小姐，这就开始慌了。你参与了他们的勾当，也应该遭受应有的惩罚。我可是沈家大小姐，子旭哥哥一定舍不得我的。即日起，林家断绝和沈家的所有合作，我和你也断绝关系。不要呀，不要呀，子旭哥哥，子旭哥哥，子旭。走吧，夫人，我们回家，孩子们还在等我们。好，大家接着吃啊！他们来了，我带五个孩子接你们来了。爹地，妈咪，我们来接你们了。爹地带你们去玩好不好？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紧紧地抱在一起。一动也不动地待在那里。下雪了，林先生，余生请多指教，林夫人。委屈他们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让爱教我学会忍耐。